民众若是需要做租借变更，以前唔难爱到户政事务所办理，可以到相关单位来申请。唔过即马已经唔免遮尼麻烦咯。为了服务更多的民众，服务沿海的移民，所以我们今年又加进来的我们的农业处的渔业科，我们的云林区议会，还有我们的云林的邮政，还有我们的北港有限、嘉联有限都加进来的服务，所以目前有11合一哈。让民众不用这样舟车劳顿，想说把我们的户政当作单一的窗口，我们实现我们户政好处边，在只要在户政来办理一个项目，我们就会服务其他的项目，同时来服务，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这间服务机关也包括云林区渔会以及县政府的渔业科，只要是渔会会员资料、渔业的执照等等，拢在这间的服务内容内面。目的是希望照顾到沿海偏乡的渔民。在全国的话，首创哈，就是说以户政单位啊，就是说结合那个云林县的跨机关加值服务的一个作为一个程序，来提供我们沿海渔民一个很方便、很快速的一个移动资料的一个更新。嘉联以及北港有线电视为了提升服务的品质以及节省民众时间的成本，也参与这间的服务计划。民众只要到户政事务所，就会当变更有线电视客户缴费通知单的资料。感谢云林县政府举办这个 N+1 的惠民服务的专案。那嘉联有线跟北港有线，为了我们这些广大的收视户，希望他们办理能够增加为他们服务的机会。县政府联合每一个机关单位提出 N+1 的价值服务，为民设想扩大服务范围以及提升服务的品质，这项便民服务真正是足大心。记者郭雄平采访报道。